大家好啊，今天来看一件定制的头层鹿皮，一件类似空军服的夹克啊，尺码比较大啊，120多的胸围。这就是前面啊，首先来看一下前面啊，用的是一个奢侈品的 Lily 的拉链，然后这边的话用的是 YKK 的，因为三条全部 Lily 的话价格太贵了啊，一条拉链近200块钱。然后这个用的是同色系的一个扣子啊。这是真口袋啊，不是那种假口袋啊，里面是可以放东西的啊，包括这个口袋也都是真口袋，看看做工各方面还都是非常好的啊。下边的话用的也是一个鹿皮的抽氨纶的方式啊，这个很费皮的啊，这一长条很长很长的啊，所以这个其实是很费皮的，而且尺码也比较大啊。用的全部是新西兰的进口的头层 A 级鹿皮啊，看看这个皮料都是非常好的啊。领子的话也是一个翻领的，带点尖尖的设计啊，其实就是一个空军服嘛，只不过空军服的有些口袋它不是这样的，是那个贴口袋，这个改成了这个斜插口袋啊。前面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款式啊，然后看一下后背啊，后背的话是一个左右对开的设计啊，然后肩部的话还加了一个活页，就是这个地方做了一个那种活页的设计啊，然后小袖也是一整片的啊，袖口的话是放了两个扣子，可以扣里面，可以扣收紧，扣外面。后背的话一整排都是这个抽氨纶的方式啊，下摆还是比较缩小的啊，就是这样一个左右对开的设计，比较简单啊，其实就是一个翻领的空军服吧。然后里边的话更简单啊，没有做任何的装饰，就是左右各一个插手口袋，然后一个羊绒混纺的设计啊。我们定制的衣服一般不会放任何的商标、水洗标的啊，就是这样一件简简单单的款式啊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衣服就给大家看到这里，再见。